游戏机在国内正式解禁之后，百事通和微软最先达成合作，并宣布将于今年九月份在中国正式发布 Xbox One 游戏主机。随后，东方明珠在上周日宣布，全资子公司上海东方明珠发展文化有限公司近日已经和索尼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设立两家合资企业，进行生产和销售索尼旗下的 PlayStation 软硬件产品以及提供产品的相关服务。作为 Xbox 360的强劲对手，索尼的 PlayStation 4已经在去年的11月于北美市场首发，并且在发售当天就创造了超过100万台的销量。用 iPhone、iPad 或 Apple TV 控制照明系统、安全系统以及其他家用电器。报道中还提到，苹果的解决方案将会包含通用的自动化特性，不过这些特性在市面上也并不稀奇。早在今年的 CES 2014上，苹果的死对头三星也曾展示过这样一套智能家居系统。至于苹果在这一平台是否会使用他们最新的 Icon 技术，消息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这套系统是否真实存在，我们下周就能见分晓。在手机上实现更为方便的无线充电技术，是众多厂商一直以来寻求突破的一个方向。但目前来看，现有的无线充电技术限制太多。如果想要实现机或平板电脑加上特别的外部接收器，或者放在专用的保护套里，便可以直接进行无线充电。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这项技术确实能够为我们提供便利，但小编隐隐地感觉到，在I'm sorry.